精工制造，传统与美感碰撞。全船选用玻璃钢材质，分主甲板和上甲板为两层甲板构造，船身轻便，抗海水腐蚀性强，流线型外观设计，呈现时尚美感，在航行过程中能有效降低空气阻力。机舱设有两台162千瓦船用主机，满足对航速的使用需求。艇体总长15米，行宽4.3米，行深2.7米，满载设计吃水0.94米。20年技术积累，独立自主研发出的艇体和外观线型行业领先。采用新型隔音帘，隔音降噪，全程安静航行。机舱管路全部不锈钢材质，集中布置，线路多重保护，效率高，安全性强。室外甲板设有高档茶几、真皮沙发、坐垫，25平方米的沙龙舱设计，额定成员12人，最高可设计18人。沙龙舱设有真皮沙发、实木茶几、电视柜，驾驶台采用黑色皮质制作，高档大气。主人房采用实木镶软包装修，极致奢华。舱内还配有50寸液晶电视和15匹冷暖空调。一船而一，如家如寝，静听海风，心旷神怡。6平方米的清水平台，可容纳10人跳水冲浪。5平方米的奢华大空间驾驶舱，配有2米驾驶真皮坐垫，提高了驾驶员驾驶时的舒适度。驾驶操作台增设了夜光仪表台、24寸液晶显示导航雷达系统一套、卫星导航仪一台、自动识别仪一套、侧身仪一套。船上配备有充足的消防救生设施设备，救生圈、成人儿童救生衣、火箭降落伞、火焰信号、钢绳伸缩扶梯、消防泵、消防栓、消防水带、水枪、二氧化碳灭火器钢瓶组、5公斤手提式干粉灭火器、9升手提式泡沫灭火器。